我叫车段杰，是要站在铃兰教堂顶端的男人。开局，红夫人开始追我。你见过王者吗？我一顿翻转腾挪，红夫人显然知道自己遇到对手了。机智的她发现抓不到我，就去选择抓我的手下了。哼，我的手下，在我的悉心训练下已经哇擦雷。这么快，问题不大，我已经牵制了两台机，我手里都修了三分之一了。佣兵唐本卧倒，虽然修机慢，但是应该马上点亮了，然后去救人，一切还在掌控之中。唐本卧倒并没有开机，看来是守住了遗产。这个时候唐本大喊，老大，看我新练的局啊！然后就应声倒地了。我抓紧过去打算救人，看了下血量，估计要压满了。这个时候唐本被牵了起来，凭借我猜测风间动手去救援了。果然他救下了武田，瞎他妈跑。虽然武田吃了刀，但是可以代理遗产。我过去摸起唐本，然后补击。唐本卧倒去救援，风间动手补人皇。至于武田瞎他妈跑的儿子武田炸鸡，手里应该还有一台，问题不大，一切尽在掌控。我擦，你他妈怎么没自愈？瞎他妈跑还是被拎了回来，这次只能我救了。唐本被拎起来追着我打，这会儿之前被拎起来过，这么半天都没挣扎下来，什么情况？这时唐本说，老大，我今天没喝旺仔。他可算下来了，救下了武田。我夫人再次打到武田前来挂我，我上一过后风间动手半血救我。我趁夫人擦刀摸了下机，我去你妹的，我溜那么久你修三分之一？武田交了自愈悄悄走了，我夫人只能挂上唐本卧倒。我和风间趁机摸好，由于唐本天赋凛然，我们可以看到武田又犯病了，又开始乱跑了，在自己儿子附近不说摸好，结果就飞了，还顶着红夫人脸去，嘴里大叫，葫芦啊葫芦啊，我送人头顶呱呱，然后就他妈死了。我看最后一台机还有一点，灵眼强修，风间去救人，怎么样都能平吧。眼看就要修好了，风间过来和我强修，吃一刀大心脏，完美。你说这玩啥吧，这队友